魏明，俺最近老费腰了。哎，我忘了，你还是个光棍呢。谁说俺是光棍？俺也费腰，只不过俺身体好，不像你年纪轻轻的腰。谁呀？尿俺身上了。啥东西？啥东西说话呢？魏明，俺去搬救兵。不是，哎，你等我啊，魏明。哎，柱子。嗯。这是啥？这是在哪儿啊？这不是俺村的玉芬吗？真希望来阵风，把她裙子吹起来。谁啊？谁在那？谁在那？臭小子，看够了没有啊？谁在说话？李卫民，是你啊？你在那干嘛呢？俺太热了，俺在这乘乘凉。别废话，快过来，把俺挑桶水回去。俺来了。看什么呢？赶紧。啊，俺来了。不许看，出去。玉芬，俺就是看看。家里有啥需要帮忙的没？你可别瞎说。俺还不知道你。魏明，那你可别这样，让别人看见会说闲话的。玉芬，你跟朱南仙都已经离婚了，俺现在刚好也是一个人，咱俩在一块那是合理合法。玉芬，真的是合理合法。你小点声，你都怕别人听见了。玉芬，你就没想过找个男人照顾你吗？你就知道胡说嘞。玉芬，你好香啊。魏明，你放开。魏明，你放开。阿木。魏明。臭队长来的真是时候。玉芬，估计建筑队又来活了，俺先去忙了。你有什么帮忙的？你再喊。哎，等一下，玉芬，你记得喊啊！等等。魏民，村长，你咋回来了？我回来喝杯水。不是，你小子跑这干嘛来了？你给我，我来借把斧头。吓得贼跳。去，干活去吧。哎，村长，你跟俺一块去看看地基呗。看看俺挖的深不深。挖个地基又不是盖楼房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哎呀，村长，那地基我们盖的行道可好玩了，你跟俺去看看。三宝，回来了。这臭小子非拉着我去看什么地基，赶紧给我倒杯水。赵队长，不是让你跟柱子一起吗？他让拉屎去了。啊，这小子赖驴上磨屎尿多。啊，去。我扣着去。哎，好嘞。告诉你啊，这是不许瞎说啊。哎，干活。好。这不是村医张梅吗？不愧是镇里来的，皮肤都一般红润嫩白。喜欢吗？谁在说？李月，李月，给我留着，赶紧给我，这你不答应。张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被狗抓了两爪子，劲还挺大的。你以后可得注意点。那周延赖就是个臭瘤子，经常在村里到处摸女人。那还有事儿，俺先走了。
魏明，你能不能送我回家？害怕碰见那个刘子。刘子不会来了，你就放心自己回家吧。魏明，俺一个人害怕。谢谢。这么晚了，你要不就在这睡呗。在这儿睡？你想什么呢？当然是你睡外边，不嘛睡里边了。不了吧，不了吧。俺还得回家呢。俺还有事儿。俺走。玉芬，你咋这么晚了还洗衣服呢？对呀、你这么晚了去哪儿呀？俺闲着无聊，就出来溜达溜达。玉芬，魏林，魏林，你快放开！玉芬，俺喜欢你。我叫你进来是说正经事儿。啥事儿？你尽管说。你知道人家柱子今天回来干啥来了？他回来干啥？关俺什么事儿？他疼，玉芬。人家柱子白天回来是相亲去了，所以呀、我就寻思着把我娘家的表妹介绍给你，你去她家。做个入赘的姑爷，其实也挺好的。玉芬，俺就要你，俺谁也不要。你快放开！玉芬，俺不想相亲，俺就要。魏明，俺有啥好的？你这个样子，别人会说闲话的。俺不敢，俺就要你。魏明，你比李阳好。丽芬，你是不是嫌俺家穷，所以？不是。你确实要赚点钱。院子里有你财星哥以前的三轮，修一修，兴许还能用。你可以去建筑队这里帮拉砖头，也能自己挣点钱。以后。你说啥？俺不听你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快走吧。那我下次再来找你。不行，这也打不着啊！俺村里的三轮一般都是周八子修，重点跟他也不对付。旁边有个空气开关坏掉了。呀，这两天怎么脑袋里一会儿一个声音，一会儿一个声音，不会中邪了吧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还真坏了！俺脑子里不会真住了个神仙？这不是隔壁村羊腰子吗？大家嘘，小点声，容易被发现。谁？谁在那？臭小子，给我等着！站住！累死了。你小子身子骨太差了。长江哥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不是刚拉完一趟砖吗？想着有好风景欣赏欣赏，然后去镇里。长江哥，俺也想去镇里，顺道捎捎俺呗。小事儿，上。长江哥，那最近那砖厂活多不？俺也想你带着俺去拉拉砖。只要你有三轮，俺跟王老板说一说，保你有活干。谢长江哥，只要有空带着哥。潇洒潇洒，哎，那是肯定的。走，走。哎，到了，那我走了，陈江哥。等你买好了，在这儿等啊，知道吗？哎，好嘞。哎，等等，千万记得早去早回啊！这边有几个瘤子，专门欺负你这种外乡人，你当心点。知道了，哥。老板，啥事儿？你这有没有电瓶三轮车的空开？
有啊，等会儿我给你找找啊。哎，看看是不是这个。老板，你这是个旧的呀，你给俺换个新的。哎呦，不要，就这一个了。你要不要，我就拿进去。那你给俺算便宜点，3块行不？行行，拿走吧，拿走吧。这，哎，两位大哥，有啥事啊？装傻是吧？说，是不是姓朱的让你去双花修理店刚才休息的？二大哥，你们认错人了，俺真不是什么双花修理店。我亲眼看见你进了姓朱的修理店，还想狡辩？还嘴硬，俺就是去买了个空开。你他娘的不知道姓朱的店里东西不能买吗？为啥呀？让你别买就别买，哪那么多为啥？俺知道了，俺不买。听清楚了，以后只能买双发姓朱店的东西，听见了没有？哎，别跑，别跑！给俺立，你要是给俺立，给俺立上就让俺跑快点，再叫这俩溜达。啊！啥情况？这么快？哎呀！这小子想找我的麻烦。好了，今天这事儿俺找不找？找，必须得找。我让这小子明白，谁的地盘？雷明。你以后买东西千万别去朱家维修店。为啥呀？那双发修理店的老板跟镇里的地痞流氓认识，专门找人和朱家维修店做生意人的麻烦。今天你是不清楚这里面的水色，你以后得注意点。晓得了，长江哥，那俺去修车了。哎，记得啊，把三轮开进砖厂。俺给王老板说过了，他让你先去看看。好嘞，哥，那我走了。慢点啊，玉芬。玉芬，俺今天走得急，盐也忘给你买了。没事儿，下回再买。魏明，你脸怎么了？怎么流血了？没事儿，俺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下。玉芬，你真美。俺不理你了。玉芬，玉芬，玉芬，俺修好了。哎呀！玉芬，俺把拖拉机修好了。啊，好。魏明，你别这样，让他们看见了多不好。玉芬，俺就是让别人看见，俺就是想要你。魏明。你别瞎说，俺可是你嫂子。你早就不是俺什么嫂子了，你跟咱兄早就离婚了，以后咱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。好了好了，你不是车修好了吗？咱们去试试吧。救命！救命！草油门，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草油门！你给俺滚！来，小姐，你快起来。谢谢你，魏明哥。魏明哥，真的谢谢。今晚要是没有你，俺就真的危险了。没事。对了，魏明哥，这么晚了，你咋还在山上？啊，我这不来山上试试三轮吗？你咋有三轮了？啊，我前两天刚收的二手三轮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去。魏明哥，俺家前面就到了，我就在这儿下吧。哎，好，慢点。那我走了，魏明哥。等一下，魏明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魏明哥，今晚的事儿你千万别跟我说出去。一凡，你去哪儿啊？臭魏明。你吓死俺了！咋了？没事儿。
你这是要去砖厂啊？是啊，这不多亏了你吗？今天王老板让我去砖厂看看。挺好的，这是好事儿吗？你怎么了？玉芬，俺想要你。哎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，你快去砖厂吧，一会儿该迟到了，俺要去割草了。玉芬。魏明，你咋刚过来了？你快去忙你正事儿吧。玉芬，俺陪你就是你的正事儿，你比这更重要的事儿。玉芬，你从来，俺保证，俺一定会对你好。魏明，俺是有夫之妇，不值得。什么呀？你已经离婚了。再说那个邹才兴没少在外面找女人，他哪有空想你？你说什么？邹才兴一直在外面找女人？我原本以为。周才兴只会打，我没想到他还出去玩女人。魏明，你干嘛？想你都快想疯了。今天俺就让你做俺的女人。魏明哥。魏明，你怎么还不走呀？一会儿该迟到了。啊，还想再跟你见面吗？你晚上来我家。那你等啊，啊，等啊。啊，对不起。不是，让你早点来吗？你怎么才来啊？对不起，长阳哥，俺刚有点事儿耽搁了。赶紧，走。老板，这是俺兄弟。他呀，王老板，这小伙子看他身体挺结实，就不知道活做的怎么。技术你放心，我打保票。既然杨腰子给你打保票了，就留下来吧。没问题。不过咱们丑话得说在前头啊，给榆林镇送砖头这事啊，是送多少拿多少钱，按劳计费。至于你这个人身安全的问题，得自己负责。啊，没问题。行了，兄弟，在这干活去吧。行。小子，听说你去砖厂拉砖了，还记得我们哥俩吗？二大哥，俺不知道，俺哪里又得罪二位了？俺是砖厂拉砖的，每月交100块保护费，你个乡巴佬懂不懂规矩？俺不需要你。我不管你去不去，今天这钱你是交定了。但是俺没钱。没钱你把口罩放那么紧干嘛？俺真没钱。你是没听到过你山羊哥的名号是吧？往哪儿跑啊？小子，你他妈玩我呢？就这点钱？你昨天才出的车，真的只有这么点儿？山羊哥，看着这小子也是个穷光蛋，估计也拿不出去。不如咱把拿这三轮卖了。好主意，走。这三轮不是我的，不能卖，这真不是我的。你给我让开啊，要不然我会上压过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他就是个傻子。我给你力量，给我抽他丫的！走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哎呀，小子，长能耐了是吧？啊，让我试试，来！啊，山哥，杀！山哥，没事吧？要不我给你揉揉？给我滚蛋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你！长江哥，咋回事？俺都搬了一车了，怎么才过来？长江哥，俺好像惹事了。咋回事？俺刚才在榆林镇打了俩瘤子。俩瘤子？谁啊？
像一个叫山羊，还有一个叫 Echo。 你打了他们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说你一个人打了他们两个人？我好像踹了那个山羊的蛋。你踹了他的蛋？山羊哥，你别跟俺开玩笑了，他们不会找到咱砖厂来闹事儿吧？来砖厂他们不会来的，这王老板在榆林镇开砖厂，他也是有点背景的。不过你还是得出去避避风头。那可是经过咱周家峪的必经之路呀！你打的可是土霸王的人，而且你还踢了人家的蛋，那人家肯定会找过来的嘛。你还是出去避避风头吧。那我该咋避啊？这两天你把三轮放在砖厂里，这两天来回你藏在我的车兜里，等过两天换了钱，好好摆上一桌。小人生在。各位兄弟，俺是杨腰子，之前交过保护费的。杨腰子，今天的事情跟你没关系，我看在你跟咱们霸王的面上，你可以走，但是车里边小子必须给俺留下。他是俺老弟，之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俺一定还上，给俺个面子。我这儿都被打爆了，还面子？撤！桂敏，起来！杨志，赶紧走！杨腰子，今天村里给我过不去是不是？啊！杨腰子，头先跟我们过不去是不是？杨哥，你也卡了吧？有了我给的力量，不会差的。哦！哟、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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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桂敏，我们上车，赶紧走。哦、啊！你给我等着你！咋，魏明？过瘾吗？哎，真刺激！哥，以前没看出来，你小子打架是块材料啊！怎么以前没见你露过一手？之前周八子那么骂你，你就没打他？那俺不是也骂他妹了？哎，你小子！杨江哥，我也没想到你打架这么猛。来，这个给你，回家擦擦伤口。行行行，快滚快滚，我走了。明天早上早点到，我还在这儿等你啊。难怪自从娃娃对玉佩就一直出现奇怪的声音，原来是这玉佩在作怪。难道他被妖怪了？你快走，你快走。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今天要不是我，你能打得过那些瘤子吗？原来是你帮我。没错，你放心，不会害你的。这个声音确实一直在报案，从修拖拉机还有那次逃跑，而且这次打架哪次都是在帮我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快说。我是你的守护神，可以给你力量和智慧，帮你想办法解决难题。你真的有这么好？那当然。那好，那俺先带上，明天打架你可得帮俺。我和你接触的时间太短，还不能给你太多，你自己可要小心些呀。行，只有长期贴身佩戴，才能心神相连更紧密，才能更好的帮你呀。还有啊，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好，那天天戴，绝对不离身。一凡，是俺。快点，想死了。疼。怎么了？俺屁股疼。屁股怎么了？俺刚才过来城找的急，然后摔着了。摔着屁股了？嗯。你开心吗？俺给你留着。好。疼！一凡，你慢点。你忍着点儿，这点疼就哭爹喊娘的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这样像话吗？你忍一下，你轻点肉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这还真像两个窝。一会儿，那真的小不了啃两口呀。哎啊！快点，起来吃饭了。哎，俺来了。哎，那俺吃了一份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
一凡，俺吃饱了，那俺就去找村长了。嗯。一凡，你真好。你怎么了？这一晚上没见你这屁。别提了，我昨天晚上被狗追摔的。摔的？能打刘子吗你？没事，走。没事，上。快点。啊！大家哥，啊！谁他妈把铁锹放在这儿了？是我。兄弟，现在没你什么事儿，昨天的事儿我倒没发生，但你身后这个憋犊子误伤了我兄弟，今天我得废了他。大哥，你要给我做主。长江哥，你们认识？赵强，你是第一次认识俺是吧？以前你哪次被打的时候俺逃过？我知道你想义气，但是今天呢你站错队了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啊。杨腰子，小梁哥，要不你先走算了，我让他们打一顿解解气。怂什么，干就完了。你小子怎么回事？昨天不是很猛吗？兄弟们，愣着干嘛？上来呀！俺今天咋这么没劲？守护神，你说话呀！说话！愣着干嘛？帮忙呀！我，兄弟，你现在和我的意识还不够相通，你再这样下去会很危险，赶快回去想办法。俺跑了，长江哥咋办？大哥，这小子跑了。愣着干嘛追啊！伟民，你他妈跑什么跑？你大爷！站住！别拦！俺不是坏人，俺是进来躲坏人的。对不起。你弄疼我了。不过既然来了，我们就交个朋友吧。不管你是好人坏人，到了我。啥意思啊？俺不懂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怎么不敢呀？怎么不敢呀？俺就是进来躲躲，没别的意思。我说了，既然你进来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呀？长江哥，你大爷的！长江哥，你咋了？你踢俺干啥？你个怂货，还会怎么了？长江哥，俺早上跑真不是故意的，俺不是想着俺一跑他们就会去追俺，你不就没事了吗？没事个屁呀，没事。你以为老子是这么不讲义气的人吗？他们追你俺肯定追上去的。老子三号被人抢了。啥？长江哥，你先别生气，你生气也没用呀。咱得想办法先把你三号给抢回来。抢什么抢呀，人家肯定早有准备，就等着咱们上钩呢。抢。那你先别着急，俺帮你想办法。没事，你小子没病吧你？你想到办法了？啊？老板，给俺拿十把大砍刀。小伙子，你又看到那个？这你不用管，给我拿就行。行。小飞，拿十把大砍刀。哎，好。你快一点吧。你看，开始捣蛋了。那行，那今天晚上十点帮我送到王家村村口。这是20定金，货到了再给你。爹，你们去王家村干什么？
俺魏明的事用得你来操心。咱俩向方庄走的啊。坐下。咱俩来的双花小酒店干什么？这样才能把消息传到别人耳朵里。你到底在搞什么？魏明哥，你放心好了，今天晚上我一定把咱的三轮全要回来。行。你刚说那个叫魏民的在你那儿买了十把砍刀，让你晚上十点送到王家村。是啊，又是那小子，他是活了不耐烦了吧？他是听说你一直想加入霸王帮，今天你立了大功了，以后你就是我霸王帮的人。真的？谢谢。回去跟你师父好好说说，今天晚上让你去总部，你把那小子给我引到王家村的山沟沟里。这事要办成了，亏待不了。好好，俺一定办到。山羊，哎，你跟矮狗去召集一下兄弟，那家伙敢动我土霸王的老巢，我要让他知道这马王爷到底长了几只眼。得嘞，走。哎，你说他们会去吗？俺也不知道，赌一把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我们不能出现在榆林镇了。为啥？因为我们已经在王家村了呀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小子可以啊。朱老板，哎，俺们来一边坐坐。二位兄弟是？朱老板，你放心，俺们呀是一条战线。一条战线？哟，二位兄弟的意思是？朱老板，我上回在你这儿买了个三轮的空开，然后得罪了双发修理店的恶霸帮，俺们现在正在想办法对付他们，所以你说，他们呀是不是一条战线？我是买过一个空开。对对对，你给我一个旧的空开。哎呦，俺想起来了，就是你。哎，听说他们把你们打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吧，他把俺们兄弟三轮给弄走了。是，俺们今天晚上想去双发修理店把三轮给弄出来，就想在你这儿先坐坐。好说好说，来坐坐坐，里面请。谢谢朱老板。坐坐坐。谢谢朱老板。来来来来，喝水。我跟你们讲，待在我东山水这儿，这儿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去了别的地方，不出十分钟，太保二流子保准找上门了。对对对，朱老板，你帮俺们弄晚饭，这饭钱俺们必须付。对对对，哎，瞧这兄弟话说的，见外了吧？在我这吃饭不要钱，好不好？有酒有肉。哎，我去给他做饭去。好嘞，谢谢朱老板。人可以，可以。朱老板，快别忙活，坐坐。来，喝酒。干干。来。哎，妖兄弟，哎，我发现你当过兵吧？敢跟土霸王作对，哥哥佩服。来，就你一个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份小兄弟也非常可以啊！来，就一个。朱老板，你这太客气了，大家呀都是兄弟。对对对，都是兄弟，都是兄弟，都是兄弟。来。吃饭。朱大哥，非常感谢你的这次款待。我和我的兄弟还有正事要去办。我要不是买这破店，我就跟你们去了。哎，大哥，你有这份心意就行。今晚上这件事儿，俺们兄弟俩足够了。那行，走。那我送你俩。我送你俩。走。朱大哥，我们走了。慢走，兄弟，慢走。
骂他。你确定这里面有多少人？99%吧。行，那就是确定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儿跟平常有啥不一样？没啥不一样啊。他每次来直接先找女人，都这个样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这里面跟平常有啥不一样。这里面有啥？你这么一说，是我不一样。以前都是好几个人一起在那扭屁股，嗯，今天都是只有一个人在那扭。那就是说明今天这里面没有情侣。小子，我上把包打开。哎，你，俺叫魏明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！魏明，你小子脑壳是真灵啊！那些瘤子果真就走了，架都没打，车就回来了。陈亮哥，俺也就是碰碰运气。行，咱俩找王老板借辆摩托，骑摩托回去。这车，这车坏了，开不了了。走吧，走，走。哎呦，到了，兄弟。哥。这么晚了，天这么黑，你要不上俺家住去？去你啊，那有啥意思？去找女人去。走吧，你慢点啊。走了啊。哦，慢点啊。去找玉芬去。你这个坏蛋，吓死俺了！别怕，你是俺的女人，俺不会让别人欺负你。还有谁会欺负你？俺咋欺负你啊？讨厌，瞅你咋欺负你！好好欺负你！哎呀，不要！魏明，起来啦，起来吃饺子啦。饺子？魏明，不要了。哎，陈亮哥，你咋来了？臭小子，昨天晚上爬人家墙头了。陈亮哥，说的你没爬一样。哥要是不爬，昨天那么晚，着急回去。大男人害什么臊啊？哪个男人不怕女人上头，不是女人怕啊？爽就完了吗？上车，走。大哥，大哥，脑袋都他妈挺好使啊！昨天把老子骗到温州高里，喂了一晚上蚊子。杨腰子，昨天可是放你，你不识抬举。行，今天你俩一个也别想完完整整的过去。哼，没事，这料子老子一棍一个。你放心，长江哥，俺也不是吃素的。行，都他妈一起来，我上。行。都他妈一起来，我上。
废物。长官小心！愣着干嘛？送我去医院！走！哎，姚子明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！快！拉上车砖头去桥头小学那边，正等砖头补掉事啊。王老板，我魏明家今天不舒服，还得看着他，要不你让周八子去做。怎么了？俺没事，俺跟你一块去。你行吗你？你们两个不会在外边给我惹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？没事。最好没有。要是你们在外边惹的事儿啊，我可保不住你，听到了没有？知道了还不去？哎，两位辛苦了，来，先喝点水，来，师傅，谢谢，喝点水。老校长，我看你这么着急要砖，这也没有人蹊跷呀。本来说好的来两位师傅呢，不到中午了，没见一个人了，也不怪他们。谁让咱们学校穷呢？学校用个几块钱，都得东打报告，西打报告，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来。哎，老校长，这事儿好解决啊！改天俺和长江哥拉两车砖，帮你们一垒不就行了？是，真的。哎呀，太谢谢你们了，太谢谢你们。师长，习总，先吃饭，饭菜马上就好。好，您先忙。不是，这地方有。这么好看的女的，打扮肯定是城里人。我只想点白骨干呀。妹子，俺们来帮你，俺来吧。谢谢。你们是从哪来的？啊，俺们是给学校来送砖的。你是学校的老师吧？嗯，我是来这边实习支教的，学校还没毕业呢。原来是知识分子。盆来了，谢谢。你们是要洗手是吧？我去给你们倒水。小心，来吧。来了，没事吧？这小瘪犊子。等老子出去了，非得弄死他！弄死他！哥，你这枪气的，蛮有水平的嘛。妹子，你下课了。俺刚才听见你唱歌了，唱的真好听。你再给俺唱一个。你又不是我学生，才不给你唱。妹子，你是教音乐的？也不是，学校缺老师嘛，所以我就语文、音乐、美术都讲。原来是全能型人才。你别夸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咋来了？都弄完了，准备走。哎，能不能捎我一程呀？我也要去镇上。当然可以。哎，魏明哥，表大哥怎么样？没事，慢点。哎，好。怎么了，魏明哥？你别急，我叫你看看。没事，刚就卡了块砖头。怎么办？我要赶不上最后一趟车了。小雪，你别急，马上就修好啊。怎么回事？小雪，你饿了？走，魏明哥带你上山抓山鸡去。啊？哎呀，走吧。哇，来！哎，妹子，你全名叫什么呢？我还不知道。你说你一个城里姑娘，你父母咋舍得把你送农村来教书啊？我叫陈小雪，我喜欢当老师，所以呢就报名到这个村子里来实习支教。我父母钱不够，就只好让我来了。原来如此。嗯。
维明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外面过夜，没想到在外面烤火还能这么浪漫。浪漫？嗯，烤个火还浪漫？小雪，那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俺以后天天让你浪漫。讨厌。哎，好了，小心点。谢谢。全拿着。好。哎，魏明哥，你不吃这个鸡屁股啊？这有啥好吃的？我听说男人吃这个可以壮阳。哎，俺觉得俺的阳气够用了，不需要吃这个壮阳。魏明哥，啊，你看今天月亮还挺圆的哈。月亮圆？小雪，今儿个才初九，月亮还缺着呢，你怎么能说这月亮圆呢？小雪，你脸咋这么红啊？哎呀，你个坏人，讨厌！哎，坏未免，不准欺负我。不会的。好吧，暂且相信你。那，你先起来呀。未免，你别睡。你起来跟我聊会天吧。别怕，小雪，俺保护你。不行，你放开。那小雪，那你睡吧，俺在这儿守着你，你不睡。真的？啊。那你就是使坏。你放心，俺要是使坏，也在白天使。讨厌。魏眠，你怎么也睡着了呀？你不是说守着我的吗？那你怎么睡着了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太困了，所以就睡着了。好吧，那就原谅你了。哎，小雪，你把你手机号给俺呗。记住了吗？嗯。王师傅，王师傅。哎。陈老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呢？王师傅，在这儿能遇见你真是太好了。你是要去学校吗？啊，对对对。能不能捎上我？小事，上。魏眠，那我就先回学校了。有任何事情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。好，王师傅，那你们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好嘞，放心啊。好。魏明哥，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有好好感谢你呢。没事，都是小事情。魏明哥，我敬你。俺不太会喝酒。魏明哥，你多喝一点。魏明哥，魏眠。明哥，这么晚了，他俩找你做什么？应该是有什么急事吧，俺得走。魏民，你出来，俺有事儿跟你说。俺来了，俺来了。玉凤，玉凤，你咋了？你还知道出来呀？你直接睡到里面得了。这镇里面的女人呀，就是比我强太多了。玉凤，谁都比不上你啊！你别碰我。俺就碰。你放开。玉凤。魏民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魏民呗。错哪儿了？你说话呀！
俺不应该去张梅家吃饭，下次再也不敢。你骗人，吃饭哪能吃那么久？真的只是吃饭。哦，还喝酒了。魏明，我不是不想让你找一个正经老婆，但是她不适合你，我不许你碰她。说啥？俺都听你的。魏明，你是不是怪俺呀？坏了你的好事。玉芬，你胡说啥呢？俺以后再也不会搭理别的女人。你要是真喜欢张梅的话，找个机会把她要了吧。我不管你跟别的女人。玉芬，俺心里只有你，俺就想守着你，好好过日子。胡说，俺都想清楚了，俺不管你跟别的女人怎么样，俺心里只有你。玉芬。俺要的只有你能给，除了你，俺谁也不想。你想要什么？想要你帮你。田老师，你这么着急，把俺叫过来干啥呀？怎么了？难道我找你还要挑时间呀？当然不是。魏明，你看什么呢？俺这身上脏，刚从砖厂出来，到时候把你……没事儿，我不嫌你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吃饭去呀、啊。来，两位请喝水啊。谢谢。哎，魏明，这个送给你。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带手机。手机？你为啥送俺手机啊？就当是报答你上次照顾我的谢礼吧。那你实在过意不去的话，陈小许也不是不可以吗？来了！哎呀，讨厌！别闹！魏明，你没事吧？魏明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魏明，魏明，快快进去救你的女人，魏明。魏明，啊，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？魏明，太过分了！这个畜生居然敢做这种事。好了，最后的事情，警察会处理，先回去吧。你没事吧，魏明？魏明，到底怎么了？别再跟着俺了。魏明，你是不是也中药了？普通的水也解不了吗？你不懂，你快走，快走。我怎么会不懂呢？你现在和我的意识还不够相通，你再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，赶快回去想办法。魏明，魏明，魏明，好点吗？不够，太呛。这可是凉水啊。魏明，没想到你为了我居然这么牺牲自己。魏明，谢谢你。张梅，你咋来了？这是我做的面，给你送点。魏明，这是我亲手。既然有人在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玉凤，玉凤，不是你想那样，你等等。张梅，你这面我收下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是不是为了他？我
昨晚的坚持让我们的心意更加相通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，昨晚俺都那么惨了，也没见你给我想一点办法。不要生气嘛，为了报答你，就先告诉你一条财路。啥财路？明天你去定下桃树岭上所有的果子。要那么多果子干啥？你只管收，到时候告诉你怎么办。行，算你有良心，那就收定了啊。哎呀，这手机啊可是个好东西。怎么叔，你想要呀？想啊，可是叔没那闲钱呀。嗯，要不然你借叔玩几天得了。借就不必了，俺到时候啊直接送你一个。有这好事啊？当然了，俺现在啊在城里认识一个大老板，他呢现在想到咱岭上把咱水蜜桃收了，对，就按市场价卖，一分都不会少，乡亲们。那这可是个好事啊，咱现在这果子正愁卖呢，都快烂到山里了。不过叔，俺还有件事得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？只要叔能办，保证给你办够。叔，大老板说了，乡亲们的钱是一分不会少的，但是呢得让乡亲们在合同上都签上字，保证果子不卖给任何一个人。收到果子后呢，钱是一个月内付清。付款的期限是不是有点太长了？按照规矩，来拉果子就得给钱。是这样说，不过你是俺叔，俺就不藏着掖着。但是呢，这合同得你帮着签，报酬呢，就是一部手机，合同到手，手机立马给你。你看咋样？哎，带着乡亲们致富呀，是我们周三宝的责任。你放心，这合同呀，三天之后你来拿，我保证每个果农都签字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给咱办好，俺跟大老板汇报情况去。大侄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儿叔保证给你办得妥妥帖帖的。但是这手续拿着，好，慢点走啊。啊，走吧，走。啊，再见。刘婶，你家果子俺全要。为民，你仔细了，可不是真的。那俺要的果子，你准备好了没？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好，谢谢姚婶，俺走了。再见，再见啊。叔孤山，你说这果子到底咋销嘛？你现在就去到市里去找农业局的陈局长，他正急着要货源，记住了，问他要一块钱一斤。你疯了吧？镇上卖最好的时候才五毛一斤，现在旺季顶多三毛，你要一块。你尽管要，市里就那价，一块一斤，那陈局长还占了大便宜了。那行，我信你一回。啥子？这是啥子嘛？你尽管要，市里就那价，一块一斤，那陈局长还占了大便宜了。那行，我信你一回。你干嘛？我干嘛了？我没干嘛呀。师傅，赶紧开去警察局，有人摸我屁股。谁摸你屁股？老子什么时候摸你屁股了？师傅，去警察局。我看谁敢！想当秃头鸟是吧？给我起开！不要怂，上去干他！给老子开门！哎，你走！又是你，你向别人跑了！愣是干什么？赶紧动手啊！师傅，送这个王八蛋去警察局。嗯，好。愣是干什么？赶紧动手啊！师傅，送这个王八蛋去警察局。嗯，好。帅哥，等等，刚才谢谢你了。我叫杨美玲，你呢？你叫魏民。要不我一会儿请你吃饭吧。这多不好意思。应该的，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走。这小子还主动送上门，这妞儿看起来挺好。老板，有没有听过？你享受享受。你上次害我手差点断，这次哪怕吃不了兜着走。
你是啊，陈局长，你好，俺叫魏明，俺是榆林镇周家峪村。有事你直接说，我这里忙着呢。俺听说呀，您需要一批果子，俺这刚好有路子，就看您的意下。我要的可不是零零散散几斤，你有多少？多的也没有，俺就有几千棵桃树，十来万斤的果子吧。十来万斤，快算快算，你手上有多少，我都要。陈局长打算多少钱收？大量收购水蜜桃，也是为了乡亲们增加收入嘛。当然，要和市场价稍微低一点哦。说啊，就照我教你的说。1块钱一斤，价钱可以接受，但是采单费我们不付，派车子过去装货，其他呢应该不会。没问题。谢陈局长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谢谢你陈局长。这么快就结束了，都谈妥了？谈妥了，还得谢谢你给俺指路。哎呀，谢什么呀，刚才多亏了你仗义相救。那行，那俺就先回去了。那咱一起走吧，走。赵成。这狗男女感情还挺深的。你们认识？何止认识，还熟得很呢。你想干啥？没想干。你上次把我头打住院了，我这刚出院就看见你了，我问候一下。是吧？看你能干怎么样。这马子不错啊，咱兄弟几个是想借过来用一用吧。哎，这个女人有福冲老子，谁他妈都别想我，给我追！救我！爹！老四！爹！魏民，冲上去！冲上去，直接揍他！三个人，一个人干不过呀！没事儿，刚才兄弟我睡着了。没想到你泡妞泡着泡着就忽然打架了，冲上去直接揍他！可以接住了！打我枪子！我王马，你他妈死了！别动！放了我大哥！别动！我数三个数，你泡了他，泡他，大哥，他很惨。一。二，没事，大哥，你话好好说，有事好商量嘛。兄弟，二，大哥，走一走，等等。魏眠，你是我见过最爷们的人。以后有什么事儿，随时联系我。哎，叔，一大早上回自己家，你鬼鬼祟祟的干啥？胡伟民呀，你说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爬了一夜墙头？没事，知道了，走走走。哎，我不说，叔，哎，跟你说正事，那合同的事咋样了？行，都行。哎，说说吧，那没有办不成的事儿，还有三户，明天一定全部搞定。行，叔，那这事儿你就不上心啊，放心，别俺婶知道，别胡说。走，回去吧。玉芬，魏民，你怎么来了？玉芬，俺好想你。魏民，你喝醉了？俺没有。没良心的，喝多了才来找俺。俺只是喝多了才敢来找你。今天村长来找我了。他来干啥？他来呀，让俺签合同。俺家那十几棵果树呀，他呀要去卖给大老板，说俺家那十几棵果树能给俺4毛钱呢。村长还说，那大老板就是你给找来的。这事儿，玉芬，你放心，俺是不会让别的男人占你便宜的。你呀、啊，就不怕你财星哥了？
俺可不怕他，他要是敢回来，俺就揍他。啥？俺说他要是敢回来，俺就揍他。对了，玉芬，其实今天那合同是俺让三宝书签。什么？你疯了？玉芬，你放心，俺有分寸，俺以后赚了大钱就让你吃香的喝辣。俺才不信呢。你不信？嗯。那俺现在就让你信。喂，啥？怎么了？村长说站长不同意签合同，俺去找个人，他可能有办法。季眠，你怎么来了？美莲，俺是有些事情要跟你说。啊，那行，那咱进去说，走啊。美玲，你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大房子呀？啊，这个呀是我父母给我买的，我哪有那些钱呀？对了，美玲，你是不是认识镇长？镇长？你找镇长做什么？这事儿我得亲自跟他说，你带俺去他家就行。他常年不在家，老婆基本也荒废着。今天晚上没准又去刘寡妇那儿去了。刘寡妇也行，那你就带俺去刘寡妇家。那行，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换个衣服。哎，玉芬，跟他真的啥也没有。俺信你才怪呢。玉芬，跟他真的啥也没有。俺信你才怪呢。哎，就是这儿，这把房呀是镇长给刘寡女盖的，你去看看。大半夜的，你要累死人家。来吧。最近怎么不去找个嫂子？没个骚货呀，谁能有你骚呀？哎呀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就镇上那个杨美玲。他哪有你一半好呀？他求我跟他，我都不能。骂老娘那话，我看你这个男人不想做的。你敢打老娘的奶，你让开！哎哎哎！吴大人，你女儿被欺负成这样，就在那看着。行了，分开！敢打老娘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哭你妈的哭！你还欠老子不够还啊？美人啊，我刚才说话呀有点过分，但是我不是故意的。张元生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再敢去老娘那儿骚扰我，我就到这里告你去，让你好看。哎，我以后再也不狠了。行，那你还想怎么样呀？你美棉，你过来。哎，你张镇长，那既然话咱都说到这份上，那俺就跟你直说了，周家玉的那批果子的合同是你考的鬼吧？关果子啥事儿？您就别跟我装了，那批果子的合同呀，是我跟村里签订的，被你妈强调了，对吧？原来是你啊！这个事儿啊，镇上已经决定统一销售了。你要是有什么异议的话，明天早上可以去镇上找我。不必在这儿说啊。也行，那俺明天就去镇上找你。但是吧，俺这嘴不太严实，万一把今天晚上这事儿我给摆了出去，对吧？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嘛，坐。我告诉你啊，哭你妈的！去，哎，给魏明和两妹倒水去，巡演吧，快！是，你这个臭寡妇。张镇长，那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事儿到底是谁在背后搞的鬼，他给你多少我一样不少你。你认识你们村的周八子？他呀，
他跟你说什么？他答应我，事成之后啊，每斤水蜜桃给我提一毛钱。张镇长，你说你好歹也是咱们一镇的父母官，你跟着他周八子那种人在后面搞这种事，你就不怕到时候我知道了，我不去那儿卖水蜜桃？这，张镇长，这样，你明天早上给俺们村村长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你的决定。至于你那一毛钱的抽成，俺自然不会少的。嘿嘿嘿，好样的，兄弟，那就照你说的这么办啊！单着啊！哎，张镇长，还有一句话想跟你说，哎，就是，哎，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这一拳俺是替俺们乡亲打的。要是再把农民不当人，赚那些昧良心的钱，小心老子阉了你！哎，魏民，你把他打了，他不会去村长那告你吧？他敢！我明天回去，村长一定会第一时间找俺。这次呀，不会再有问题。要不今天晚上就别回去了吧，都到我那里睡。嗯，美玲，你以后别说这种话，容易让别人误会。哎，不是，玉芬，玉芬，你等等啊！你快去找你的杨美玲吧。玉芬，杨美玲她就是那种性格，俺跟她真没什么。那你们也是不正经的关系。玉芬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才没有吃醋呢。玉芬，俺今晚想跟你一块儿回去。想得美。俺也没做错啥呀。陈局长，你放心，村里已经在装了啊，回去马上就能运出去。哎，好，再见。魏明啊，不好了，家里出事了。出事了？再过三村民吃完午饭后全都拉肚子了，有两三个比较严重的已经拉去这里卫生院了。啥？你别问了，你赶紧跟我去，快点啊，我先走了，赶紧过来啊。孙老叔，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吃完午饭我就开始肚子疼，哎呦，还肚子疼了，哎呀。各位乡亲们，实在抱歉，本来想着大家中午好好吃顿便饭，如大家放心，所有的医疗费俺来出，下午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工资呀照发。另外，每个人补偿10块钱的营养费。陈医生，玉芬她怎么了？玉芬肚子痛的最厉害，去医院的时候啊已经虚脱了。陈医生，俺去看她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啊。玉芬，你是苏佳玉，你别拉肚子的。苏佳玉的事。刚有事儿，有大事。血药，情况没有什么大事儿，过有一个叫玉芬的，他身体比较虚弱，有些药食物。你咋这么傻？又感冒了，去摘果子干啥？嗯，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啊？这个你放心，俺有钱，我。我先养好自己的身子。是我拖累你。说啥呢，玉芬？你放心，这件事俺一定帮你查清楚。啥事儿？没事吧？啊，你就放心吧。这事儿就算死了人，也不能到咱头上。他呀，得全兜上。他对一切负责。没事就好，就害怕查到咱一头上。查？他怎么查？生下来就查了。这要是真不是，你买的时候也没被人看到。就要告死他！你老子砸了！干什么，大哥？魏明，快下来！出事了！这么说，这么说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我碰到鬼了！你个地下人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要你好看的人！打了我兄弟，还想在这赚钱？门都没有！你们是赵强的人是吧？那呢？啥意思？赶紧说，我有惹祸你们吗？强子是我兄弟，是我兄弟报仇来的。看你们呀，就是来故意找茬的。没错，就是故意来找茬的。哥哥，你
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。我这少林金刚腿，剑术厉害。你的拳头厉害，还是我的腿厉害？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赶紧给我滚！看不出来，还有些胆子呀。我拿着家伙事儿，给我进厨房的。帅。那咱就试试他的斤两。上。猴子，牙齿太硬了，硬个毛！妈个笨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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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嚯！你他妈的给我等着！你们这帮奸杀的！三宝，我剁了你们！人都走远了，早干嘛去？你看看，这天都黑了。这不拿武器去了吗？你拿武器也没必要跑那么远去拿吧。我不是不拿刀去了吗？我拿刀多了。刀干啥呀？这有铁锨，有棍子的。这不都割了，有什么用呢？你知道什么？这刀他们见红，他们再敢来，我拿刀我剁了他们，不要他们好看。行了，三宝叔。我也就收拾过他们了，别哭了啊！陈局长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可就先回了。这会儿啊，回去不安全，还是明天再走。应该也没啥事吧？还是注意点。上次打砸事件，你忘记了？那行，那俺就找个旅馆住一晚上。哎，你们好好休息啊！你这是想累死我呀？一次性打那么多流氓，俺还以为你的能量是无限的呢。放屁！你当我是神呐？你不就是神吗？怎么了？看啥啦？怎么了？不认识我了？不是，你们咋知道俺在这儿？其实申小雪她爸爸呀，和陈局长认识，所以就知道你在这儿了。原来如此。不过你们俩是咋认识的？其实啊，他一跟我说就知道是你。我们两个都是好多年老朋友了。哦。快，那边前面就是烧烤摊了。哎，美女，干上的小瘪三有什么好的？过来陪哥几个喝喝酒。为民。小雪，别怕。哎。小瘪三，知道哥几个为啥拦你吗？俺不知道。啊，今天让你死个明白。罐头厂一向是我们哥几个自己的生意，你这小瘪三横插一杠子进来，明白了？不懂。好，既然你不明白，哥几个就让你好好明白明白，给你好好上一课。想要在市里面做生意，都得要经我们虎堂的同意。不过保护费嘛，也是要交一下的。就你这点果子还要抢我们罐头厂的生意，明白了？原来是呀，自己生意不好就想来搅和别人的生意。大哥，要不给这小子放放血，帮他自己掂量掂量。是不是就靠你了？魏明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放心，有我在不会输。这个我就收下了啊！对了，你们争取投资。战哥，就饶了你们了，我们走。空哥，下次我还有一个打的。魏民，你可太厉害了，这么多人你两下子打跑了。魏民真厉害。你们魏民哥也不是吃素的。对了，那还吃烧烤吗？是啊，不是，他们这桌还没动呢。哎，俺请客。坐坐坐坐，今天俺请客，多吃点啊。咱吃的这个是野猪肉吧？你傻呀美玲，这明明是牛肉。俺勒个乖，吃啥长大的？
叫别人来帮你是吧？什么东西，小子，今天让你知道我们虎堂的厉害，我今天要砍你个胳膊。操球子，走。小灯棒加锦旗，看我不吓死那俩臭胖子。把我也吓死。啊，走走走走。魏眠，你没事吧？要不去医院看看？我没事。魏眠，你没事吧？小雪，别担心。所有人都不想让我做果子的商品。先要走。哎，臭小子，吓我一跳！三明叔啊，你这么晚出来干啥呀？还能干嘛？小捡嘛。倒是你小子，前几天被打得头破血流的，也不算多休息。这么说，你在那看啥呢？去小声点。林子里边那几个人好不对劲儿啊。不对劲？有啥不对劲的？有四五个人，好像是刘子，在村子里边转来转去，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。刘子，要不我过去探探底？哎呀，长江哥，你先别急，我一个人过去先看看，咱人多过去容易跟人家干起来。嗯啊，行啊。杨哥，抓人！来了，来！快杀人！杨哥，让！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老实说，到这儿干啥来了？没干，没干什么。真没干什么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说还是不说？没有。发现你小子还挺犟是吧？刚才那小子说了，所以让他回去了。你要是再不老实交代了，我就把你扔到这沟里，让你喂喂蚊子。真的没有，你就放过我吧，算我求你了。长江哥，哎，你叫三宝叔给我拿条绳子来。啊，三宝叔，绳子。妹妹，别搞出人命来了。放心，顶多要他小子半条命，啊，死不了。我说，说就说。我本来身上就放了钉子，等你们下班后来山上采果子的，就让你们早上踩了那些钉子。扎死你们！想的还挺狠。刚那些逃跑的人呢？就在附近吧，因为没完成任务就不敢回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躲在附近，还想接着做坏事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知道被抓的人是不会说出去的。行，你选行。走，兄弟，怎么样？这次搞他个够呛了吧？够呛个毛！那几个没用的家伙，哎，不但事情没有办好，现在还在耗着指挥呢。什么？就凭他那个魏民，兄弟，哥哥我已经给你把事办好了，尽了力了。上次我这条腿差点被打断，还折进去两个兄弟，这他妈不是邪门，运气也太好了吧？
他妈离我远点，别贴这么近，这儿他妈又没人。有啥事说。我也是最近才打听，那魏民那家不光嚣张，还好色，有夫之妇都放不过。哟，哥们还有一代爱好呀。什么呀，这是？来，撒鸡哥，撒鸡哥，老子整整走了他妈五里路，你知道吗？你有啥事你不能给我打电话呢？彩星哥，我老早就想找你了，我这不是联系不到你吗？要不是你给庄上打电话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联系你。行了，什么事少他妈净说废话。还不是你家女儿跟魏明那啥？到底什么事你给老子说清楚。彩星哥，我跟你说。我亲眼所见，那天就在你家灶台，魏民拉着你家玉芬做那事呢。你要是再跟老子胡说八道，老子打死你，信不信？老子打死你！老子打死你！自己看背上老子给老子戴绿帽子，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啊！你竟然敢咬老子！老子弄死你吧！给我住手！今天老子把你们这一对爷爷一块收拾了！张梅，过来，给玉芬处理一下。各位乡亲们，俺魏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所以你们就是俺的再生父母。没错，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告诉你们，俺就是喜欢玉芬，俺也觉得没啥。可是周才兴这个王八蛋，我跟玉芬离婚这么多年了，还来欺负他。今天我把周才兴这个王八蛋赶出村子。魏民，我们答应你。对，我也同意你。我也同意。魏民，谢谢你。周才兴，你这样对待你以前的媳妇，你觉得你他娘算男人吗？周才兴，他娘的还有脸进来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再纠缠玉芬。魏民啊，外边那些人都回去了，大家都好好看看。这件事儿还是和平解决的比较好。和平解决？他趁我不在睡了我媳妇，你跟我这和平解决？这还敢和平？我和平你大爷！给我老实点。周天星，玉芬已经不是你老婆，我现在劝你赶紧给我滚出去。我你说，你能咋？行，反正。没我同意，玉芬也没办法。想我答应？可以。我娶玉芬的时候，就一万彩礼。周才行，你休想！哎，你个臭姑娘！我跟魏明在这说，你啥什么嘴？给我放干净点！我告诉你，周才行，俺是不会答应的。玉芬是个人，是个女人。俺要是答应你的话，俺就是侮辱他，辜负了他。那你还是不拿？你这破房子，还有你那三轮，一块卖掉，俺给你两万五，多了一分钱都没有。你傻呀？房子加三轮，顶多五千块钱空掉了。你说什么呢你？这是我跟魏民之间的事，要你插嘴的份儿。闭嘴！你两万五拿来。老子现在就给你。没东西，娘要死是吧？啊，不用不用，哥叔，你给我滚蛋！啊，你们忙，你们忙。玉芬，你以后再也不用把他纠缠你了。我先回去了。张妹妹子，你等等。张妹妹子，你等等。玉芬姐，我祝福你。魏斌，你小子可以啊，才刚把果子削出去，你又弄这么多核桃，照这么下去，咱们周家玉
离致富不远了。这批核桃是我好不容易从隔壁村搞来的，只要这次利润好，明天一早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就是，但是不过这件事你千万不能让周八子知道，就让他知道了，不知道搞出什么差。放心吧，走走走走。好，没想到这第一天的收获就比其他村的强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早晚能气死那个周八子。就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兄弟，最近你气焰很是嚣张啊！老子受人之托，必须得把你弄走。卢胜，胜啊，快走！陈六哥，我这次绝对不会丢你一个人的。快走啊！都这个时候，你瞎讲什么意思？别不管了，走！给我压着！抓他妈愣头青成精干啥？只要是魏民，魏民！就你给的那点钱，只够抓一个人的，这抓谁不是抓呀？老子上次打砸的钱没少给。啊！老子让你砸他店。结果呢？他那店是如火如荼的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收他钱了。小子，之前看在钱的面子上，少在这儿给我吆五喝六的，要不然我把你贿赂刘镇长的事儿要是捅出去，咱俩谁都别想好过。看来周八子这小子干了不少坏事。爸，周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还是魏民通的，远远的跟着，天黑才来这找你，找到你。他妈，那周八子居然敢你绑架的狗的，看我出去要不好好收拾他。陈阳哥，周八子他马上就要进监狱了。你说有什么办法吧？我出去怎么？哎呀，我靠，怎么了？你们干啥？我去，放开啊！周财星的事，还有果子的事，是不是都是你干的啊？是俺又怎样？放开啊！闭嘴！你好好听听。听见了吧？还有你贿赂刘镇长的事，够你供了几年了。走，走，跟俺去警局。走。走爸，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当然了，俺媳妇在这儿。谁是你媳妇？嫁给我。真的。有媳妇了，大闺女有媳妇了。